轮廓渐也模糊，全是为我哀悼吧。连呼吸的空气也渐变得依稀。张彦博呢日举行自己嘅第二次个人演唱会，终于完成表演啦，俾自己几多分先？呢个 show 其实咧，我本身都好紧张嘅，因为即系说实话，我真系惊冇乜人嚟睇我嘅演唱会，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人气嘅呢样嘢系一啲过眼云烟嘅。咁点样都好，觉得今晚真系坐到好多人，咁其实都已经好满足啦，我已经冇评分啦。今晚仲请到女神周慧敏嚟做嘉宾喎。是啊，因為從來都冇諗過佢會嚟做嘉賓啊！其實話說係因為我哋喺社交平台度係聊天先嘅，跟住之後咧就即係我都係冒昧咁樣 send 咗一個 message 俾佢問下佢會唔會能夠嚟做我嘉賓。咁嗰陣時佢唔係即刻回我，等咗三日咯，我仲要我啲 message 刷親佢。但係後屘佢都真係應承咗我啦，我覺得好感動咯。咁即係都係我一個偶像嚟嘅。係啦，咁希望我將來我又會寫到啲作品可以同佢繼續合作。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勤力嘅人，即係好勤力。因為我其實聽啲朋友講係佢知道即係我嘅演唱會咧，佢都keep 住係即係去練歌啊，即係好多即係為我準備嘅樣嘢，佢真係唔係即係純粹即係做嘉賓，佢真係好用心。除了 Vivian、 罗天宇、何广沛、郭子豪三位好兄弟都出尽力帮手，阿博打算怎样报答他们啊？怎样报答三位兄弟？等一下，我一定会请你们吃餐大的，冇噶啦，轉頭就會找數噶啦。係啊，如果唔係我出唔到呢個門口。係。